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聊聊到底什么是芳疗呢？想象一下，你工作一整天疲惫不堪，想要找一种可以迅速放松压力的方式，那么我们就来聊聊神奇的芳香疗法。芳疗是一种古老就流传的自然疗法，可以追溯到古埃及时期，当时的人就已经使用芳疗在身体保健、疾病治疗以及宗教仪式中。那今天分享两个快速舒缓压力的小方式，下班后可以找一个地方，滴几滴精油在手掌心，然后搓开，慢慢的深呼吸几次，你会立刻感觉到放松跟平静。如果你夜不能寐，可以试试看睡前按摩头部。首先，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精油，然后从我们的额头打圈到太阳穴到整个头部后方来回几次，可以让今天晚上的睡眠品质变得好很多哦。最后，在选择精油的时候，一定要选择有国际认证的品牌，以确保精油的品质以及使用上的安全。那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，使用芳疗的香气来疗愈身心。